以上就是这样了吗？啊，不然说生日男的出来工作应该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吧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哦，等下不宣传了。傅曼、徐光汉、林柏宏口头祝福很不诚恳，王晶大喊想回家，笑翻全场。三人演出喜剧片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，首次合作默契绝佳。你没有我跟一个男的冥婚哦？啊，可以笑哦。凤男小队是什么？哦，有时候很熟的朋友要一起拍喜剧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。然后有一场戏，嗯，为什么？就大家就会玩得很嗨啊。林柏宏这次在片中演鬼，和许光汉冥婚，笑料桥段多，直呼要憋笑很难。而王静手演呛辣警花，就弄伤许光汉。那个竹签搓卤味来吃，结果我一个不小心搓太大力，他直接就是穿透了豆干本人，然后穿破了塑胶袋，然后就直接刺在铁片。他擦的多大力？难怪他刚手上这边还有一个黑黑的那个疤。哇塞！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林柏宏的口头禅不敢相信，是他和导演陈伟豪一起讨论出来，洗脑程度令人捧笑。最近看完电影最想要说的就是不敢相信，我的口头禅不太方便透露。许光汉笑说口头禅不方便透露，但在片中大秀舞技的他现场试跳一段。啊，是这样啊，已经修很多遍了。我真的是就是尬舞了。我们电影里面有一个那个里面的那个 Just Dance， 就是蔡振南大哥在玩的那个里面的人物，就是陈伟豪。许光汉曝光小彩蛋，影迷进戏院不止笑破肚皮，还可以知道谁才是隐藏的舞蹈家。TVN 新闻龙商张启云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